天气方面，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雷雨，同时菲律宾以东嘅气压颇低，一个热带低气压似乎正在形成。上午5点，热带低气压莲花集结喺温州东北约270公里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，时速约38公里，横过东海。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骤雨。此外，位于菲律宾以东嘅低压区经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。朝早8点，呢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东南偏东约76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约14公里，移向菲律宾。同时，热带低气压莲花集结喺鹿儿岛西南偏西约700公里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，时速约38公里，横过东海。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有几阵骤雨，初时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31度，吹和缓西南风，离岸海域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9点。而家气温系30度，相对湿度78%。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。正午12点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67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约18公里，移向菲律宾。同时，热带低气压莲花集结在鹿儿岛以西约590公里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，时速约38公里，横过东海。预测本港下昼同埋今晚会系炎热，有几阵骤雨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，吹和缓西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同埋有骤雨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2点半。而家气温32度，相对湿度69%。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朗卡，在下午4点，朗卡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60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约20公里，移向菲律宾。同时，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莲花已经减弱为一低气压区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，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炎热，气温介乎28至32度，吹和缓西南风。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同埋有骤雨。现时气温系29度，相对湿度81%。注意啦，天文台发出嘅雷暴警告已经延长至下昼6点半。天气方面，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，热带低气压浪卡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。晚上8点，浪卡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约20公里，横过菲律宾。天气概况，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。在本港方面，寻日初时部分时间有阳光，稍后云量增多及有雷雨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。预料这个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。另一方面，位于东海的热带风暴莲花寻日减弱为一个低压区，而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一个低压区寻日早上增强为一个热带低气压，命名为浪卡，并且傍晚时进一步增强为一个热带风暴。在昨晚11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近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43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0公里，横过菲律宾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，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炎热，气温介乎28至32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及有骤雨。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已经延长至清晨的6点钟，现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6%。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。警告，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，天气概况，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雷雨。在晚上的11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北纬12.3度、东经124.2度附近，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。
另一方面，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今早早为香港带来大雷雨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，其中沙田、大埔及九龙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。在上午5点钟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34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2公里，横过菲律宾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，初时会有几阵狂风雷暴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天气炎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2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及有骤雨。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。在正午12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马尼拉东南，偏南大约19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2公里，横过菲律宾中部。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多云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，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，展望听日有骤雨，星期五的天气酷热。现时室外气温31度，相对湿度70%。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。在下午4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马尼拉以南大约13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2公里，横过菲律宾中部进入南海。本个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，晚间同听朝早有几阵狂风雷暴，气温介乎27至32度，吹和缓南至西南风。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，周末期间有骤雨。时室外温30度，湿度75%。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。晚上8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马尼拉西南偏南约12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约22公里，横过菲律宾中部。天气概况：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寻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。在本港方面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，其中沙田、大埔及九龙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。而大风暴浪卡寻日横过菲律宾，在昨晚11点，浪卡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南大约11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约22公里，横过菲律宾中部进入南海。预料浪卡会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北部，并且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，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，气温介乎于27至32度，吹和缓偏南风。展望星期五天气酷热，周末期间有骤雨。现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2%。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，警报：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。天气概况：在晚上11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北纬13.8度、东经120.3度附近，其中新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75公里。预料浪卡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2公里，横过菲律宾中部进入南海。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：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，间中5级，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，海有冲浪。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，在清晨5点钟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北马尼拉以西大约17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2公里，横过南海中部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32度，吹和缓南至东南风。展望听日天气酷热，周末期间有骤雨。现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5%。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，正午12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西大约30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约22公里，大致移向东沙邻近海域。预测本港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，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今晚多云，吹和缓南至东南风。展望听日天气酷热，周末期间有雨，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。而家室外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1%。天气方面，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。在下午4点，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东沙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大约24公里，横过南海东北部。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
多云，有几阵骤雨。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8到32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南风。展望周末期间有雨。而家气温系29度，相对湿度80%。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。骤雨琴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地区，本琴日大致系多云，有几阵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。荃湾同埋新界北部录到超过30毫米雨量。喺琴晚嘅11点，热带风暴浪卡袭嘅喺东沙以南大约系310公里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大约系20公里，横过南海东北部。预料浪卡会喺未来一两日移近华南沿岸，并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。预测本港嚟紧嘅今日系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夜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。气温介乎27到32度，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。展望周末期间会有雨，而室气温是28度，相对湿度84%。